基本信息：恩格列定由柏林格英格汉 Boehringer Ingelheim 和李莱 Eli Lilly 联合开发，于首先获得了欧洲药物管理局 EMA 批准上市，于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上市，于获日本药品与医疗器械管理局 PMDA 批准上市，于获得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 批准上市，由柏林格英格汉和李莱共同上市销售，商品名为 Jardiance。 在中国上市销售的商品名为欧糖净 Jardiance， 为口服片剂，每片含10毫克或25毫克恩格列净，推荐起始剂量为每次10毫克，每日一次，最大剂量为每次25毫克，每日一次。结构是：作用机制，恩格列净属于那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二 SGLT2 抑制剂类药物，能更阻断肾脏中葡萄糖的再吸收作用，将过多的葡萄糖排泄到体外，从而达到降低血糖水平的效果。而且该降糖效果不依赖于贝塔细胞功能和胰岛素抵抗合成路线。研究关键数据，从靶点在研究上市药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